你刚刚，最近尾戏时，你这理发师先上来。哈？喺礼拜上课以前，我老爷着高级，还有书，先拿去教室边学，啊下课以前，我老同学给作业书起来。哦。也着，先拿去理发师实验室边，下组上课用，先拿哦。 有先生，今请人家建议，来请美国家长人家理发师先生，来去听宋总让我去我教。哟，暗访戏哦。当然啦，佮请到个胜利军呢。 手腕那办公的总人客啦，合冲团哦，一路一路勇士的哦。恭喜哦，等你去树上上香哟，拿冠军转来哦。冠军没用讲诶，没用冲诶，去行通。 刚刚苏老师找你干嘛？哦，老师就跟我说，叫我当你化学老师啊。是哦，那你可以当我的数学小老师吗？这一题我不太会。好，我看一下。这一题其实很简单啊，它有两种算法，一个就是你先把它乘起来，然后再加上它。 我从端得出来嘞，伊弄吼，飞到这昆比嘎嘎，今年开始算数学，今年
爱看见吼，还做在家急救。我数买爱，硬皮乱啦，不加存个，很灵手灵。对飞家家来个条命，你就尽快登记。你做得看爱下么？林太子真讲奇怪诶，得爱下啦。曼春，曼春，唔按脑记，爱人唔咩杀记。咩杀记？我让你做。爱等下，做不唔看。唔好变鬼变怪哦。幼稚哎！我一家来看咯，当然做拍戏的大夫哦。一家来看咯，拍戏的，当然做拍戏的大夫哦。一家来看咯，拍戏的大夫哦。一家来看咯。大智又在欺负小杰了。林大智常常这样用庄严睫毛。他们两个就是不对盘啊！大智说小杰很娘，不喜欢他。是哦，不过他们也只是玩玩而已啦，不会怎么样。会勇敢吗？他欺负你，就去老先生讲。爱做在老人证明。不是啊，讲了没无效，无人会注意爱。一定很喜欢我，他应该很喜欢我啊，他一定很喜欢我，他普通喜欢我，他非常喜欢我，他喜欢我到看到我会昏倒，他喜欢到不能没有我。走麦都好有就要去请出来，无就要去灭出来。他喜欢到不能没有我。一定可以把告白成功。哎呦，你谈好了？对啊。怎么那么快？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啦，我觉得你弹钢琴很好听啊。我也觉得你唱歌很好听啊。哦，当然啦，可是跟他们又不合。那是什么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什么、啊。借我看啦、啊。我不要啊。借我看一下会怎样哦、喔？不要啊。我要看，我是什么？我什么有？那你还拿？我免疫了。你骗人！借我看。不行哦、喔。不行什么？我看啦。不能。我可以练数学哦、喔。来吧，都放出家门以后。你磕的、喔。哎呦，随便用用而已啦。一路上的风景都为我汹涌，爱
谢谢。不会啦，谢什么？声音会怕青蛙哦！你干嘛这样啊？人家也是女生啊！佳佳，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面尊就唔强啊，臭毛！我爱弟啊，面尊咪迄西妹，迄西来的啊！管他嘛个事啊！不要讲话了，来，来，干嘛这也？我用干嘛？迄有人欺负你，就去找先生讲啊。做嘛个呀？你最近好唔住嘞？神经病！你爸妈给点呐？怪的，黑唔黑唔中个？老爱无关系，唔承认，神经病，真狠呀！无对，敢做唔敢当，还想做嘛个代志啊？点嘛？唔叫伊对个，就讲唔狠呀，贪污死了。最后就唔狠，迄讲不爱做到，记得个手机都个样片吼，就点点注明。你做嘛假啦？我系很爱送个离婚的。妈，你很爱假不？暗好差，爱差一些就本你好事的。爱好心还本累大哦。你真应当幼稚呢。唔中就算了啦，凊彩啦。做嘛改 ？Pencil 做得用。那怎么这样？
迄阿叫。唔，迄啦，因为因都唔讲话，只有人讲，其实唔爱讲话啦。你有人讲，咱是讲人诶。有样无？怪哦，含杯呐！我暗倒转眼去，爱迪，但伊本人欺负个做伊姊妹。去教呢？啊，你都唔是讲的啊！等下，你听讲黑窗同佮主窗的，是惊啊！像阿鲁爸咪，虽然唔做好油教，做好淡薄对，到底有冇教好教啊？啊，你以为去教咩油啊？哇，徐先生，你莫想到你尺度安泰哦。来，免出免出。你们太子真应当幼稚诶，小姐亲彩讲呢，几次敢要动下啊？太子含迄老几教诶。无，根本就无两个飞机。哎，咩？你走开啊！你要怎么改？外公黑死妹，你就黑。吴姐姐呢？姐姐她去上厕所，等下就过来了。小杰呢？小杰她说她等一下打扫完就过来了。跟他们说，上课不要迟到。老师，佳佳是去上厕所，哪是迟到？以后跟他们说，老师，不上厕所会生病呢。我们开始练习。你哥哥，奇怪，迄林太子不用给
你还没回去啊？对啊，我回教室拿东西。拿东西哦。嗯。哦。一诺。哇、哦，今天那个青蛙，你吓坏了吼。对呀、啊，真的很可怕哎，不知道是谁放的。如果你知道是谁放的，你要跟我说哦，我帮你讨公道。如果是林大志呢？林大志？怎么可能？他连蝌蚪都不敢抓了，还抓青蛙哦。一怒。嗯。如果林大志他也像欺负小杰那样欺负我，你会怎么样？他敢。你不要管他敢不敢嘛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一定是保护你啊。真的。对啊。可是。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就算是好朋友，也不可以这样欺负你吧。不过，你安了，大志他没有那么坏了，他只是比较爱玩。你刚刚说你要保护我。嗯。可是，简明春不会吃醋吗？他干嘛吃醋？我以为你喜欢。我哪里喜欢他？你不要乱讲好不好？那。你喜欢谁？我喜欢谁哦？如果我跟简明春一起掉到海里，你会先救谁？哦，当然是你啊，这还要问哦？真的哦？没问题啦，反正明春会游泳啊。那是什么？哦，没有啦。哦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回家？我陪你回去好了。哦，对吼，我都忘记你有人在了。一怒。嗯。我今天不想要这么早回家，不然陪我出去玩好了。真的、哦？好啊。走啊。我帮你开门，谢谢。上车吧，要系安全带。好。转来了呀？唔来唔啦，那多少人共翻呢？你那身体冇松快，先落去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位没松快，啊，那看一下，嗯，你在看嘛东西？别看了，啊，你父亲还烂体了呢，啊？莫说你差烂体了，跟你孙娘的夫妇出床了嘿，啊？莫啦，搞到游戏了，跟你父娘还烂体呢，就讲莫说你差烂体啊，老实讲。发生什么事情？某，有一个某啊？哦，这个某你用了没？你妈还用没啊？都在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一怒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、啊？嘿嘿，秘密基地啊！就是这边了哈。这里好漂亮哦！当然啦、啊，我的秘密基地呢。
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啊？我想妈妈的时候就会来这边了。你妈不在你身边哦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她说山里面没有工作，要到下面去赚钱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长大以后也要到山下面去赚钱，这样我就可以跟我妈妈一起赚很多很多的钱。但是我还是会回来，我要买很多馒头给老山东吃哦。老山东是谁啊？我外公，他已经不记得我了，可是他还是记得他最喜欢吃馒头了。老山东爱吃馒头配馍馍。这个是什么？你听。这是卡农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跟我妈弹的曲子。不管是我难过还是开心，只要一听到这首歌，就觉得不孤单。以前 这首歌我老是弹不好，练不好，我妈就会跟我说：“没关系，妈妈陪你一起练。”所以现在听到这首歌，就会觉得我妈她很爱我。没关系的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嘛。你妈现在一定也在山下努力，努力着要回到你身边。嗯，现在再见，明天见。今天谢谢你。不会啦哦。那明天见。拜拜。佳佳会喜欢这样子的我吗？老闪东，我回来了呢，吃饭咯。闪东，小子，不是出来，天公应该长老菜是一周全头的名友。吃出来就好呀、啊。做唔得，有米事，夫人批到会骂人哦。呀，就应该坐在你爸爸走的。
也是牙茶庄的冠军茶，顺便欣赏。总发妹，按几个礼物，我总唔得输啦。请先生一定会输下来啊。总发妹，老实讲，我唔是茶，我是咖啡呢。哦。嗯，那今天来还有个事情，二老先生讨论一下。强哥，从我阿姐转来，我看到家父本人见了一只孔呢。本人见了一只孔呢？好像发生安样的事情，先生总唔记得了。给阿姐求讲嘛，给无？我有问伊啊，伊就唔讲。我一出动相信佛教，不过阿克发生安样的事情，佛教竟然唔记得。强先生本爱个讲法咯。呀，怎么没？我要过去问看。鸭子左边一条、哦。好。你快点。好。还好了没？很好。我来哦。还好了没？好了好了。哎，尹路，过来啊。过来。哎，明春，你也过来好不好？明春也要不要？来来，拍一张哦。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拍了，回去教室。拍好了吗？回去教室了，不要再拍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回去教室。不错啊，对啊，哎，好像拍得很好了，对啊，哎，我要把它抛网了，好好好，型男美女网站哦，好啊好啊，记得按赞，好啊，我会帮你啊，不要抛啦，毛大毛多耶，关我妈该事情，丫蛋，记得帮我按赞了，我会了会了，也蛮咧生意的哦，色彩黑啊，死鬼的。嘛，做咩安尼啊？乱发，无乜客人。天窗会突然尿出来。阿妹，我好搞做乜计啦？我问你，亚红嘅事系咪你写嘅？啊？乜嘅事？你老实讲，我保证绝对唔会翻你。俺唔听你个讲嘛该，俺要将你送开。操！就系要爱你，哈？不管你有人问你，绝对做唔得生意，对吗？有咩事情啊？做医生讲，唔使惊，有牙菜，哈？哦，唔好过来好教呀。想问一下，表公可是有茶都会慢下的吗？搞错，又唔是第一摆嘞，哪一个好讲无要得事啊？跟头吧，还会用立可白想买个小明爱小美，还会发给谁查的呢？唔嘛个，应该无相妥，伊写的后面爱问嘞，迄爱吞人齿枪枪嘞。高总，一件事情哦，那顿邱先生会突然查出多大嘛给你写的。我就麻烦你了啥？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必先老爱咩事？总把没老逼婚的事总好难咩伤害？枫叶先生，你怎么去跟老高总讲？我爱老二去查，你是冇提下嘞？你有爱冇下咩？我要搞影模体育家政美术电脑，还要带合装团。你的事情真是有爱多咩？用诶！你只有买个好茶呀！冇听说黑老板给你落来下的，冇听说黑条条的，冇听说有懂都冇听说咩？就按你当鞋用按你一查。啊！我黑刘飞伦下的冇，几张来就出一条事情。你知道我黑刘飞伦下的冇？阿克。没黑给欺负哎！你神经拢暗沉嘛？有没某个坏个事情都想到刘飞伦啊？当然啦、啊，警察做呢，没黑闲情有带个。邱先生，一条死人的啊，离开呼叫暗叫的，啊要撞来突出哦，还故意无简单呢？没所有个中错生都会唔中意的，有个人啊。迄用个假金阁穷苦，算嘞，我先来讲。不过阿 K 也欠事情啊，应该好处理啊。嗯。总眼结，一直都老林太子偏偏瘦。你去代办个行程吼，都无发现呐。来张花怪你，你有看做着无？这时间呢，你也请合冲突个证人啊，那就无上安好个啊。因为看到阿奇本人太子阿爸，人上得过奇怪。所以今仔着对起甲负责，再现今仔着去甲表嫂去甲检查，那唔对安尼啊？这个性格嘞。这件事情哦，天秋会不会对查清楚？阿克哦，安琪都唔会。刘飞伦，见到先生唔会问你嘿？该没问题哦，刘先生个英雄啊。一后生用安尼讲法啊，多冇礼貌呢！哇，按等层啊！1:0，抗议整地位。是阿咪迄球错，是迄辅导室。挨寒前开中，点甜哦，就滴个。体力了，辛苦啊！你想要跟伊合冲团无？伊的膝头啊，亲像啊，亲自合。黑讲，原本爱个就是迄面爱下个，这就不是。喂。在底下免啦，下尾从来都无怀疑过你。
先生爱哦，咩幸福歌？半工半读，咱归去好教同事读下，读书的机会啊，过难得嘞。俺用球都乱擦嘞，撇个先生唔得，唔够爱滴。先生，迄想要问你，你伫啊，倒台嘛经营啥物？要不囤保守秘密，来保证，这对望你伫啊唔讲的。什么是网页设计？大家平常在网络上面看的每一个网站，浏览的每一个网页，都是被设计出来的。现在的网页设计越来越方便，所以大家呢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非常多的套件，或者又可以用土法炼钢的方式自己写程式。当然喽，如果可以自己写程式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当成谋生的工具。不过我们今天先不教这么难，我们先学会如何运用网络套件。好，那现在大家开启自己最常用的浏览器。上面打网页设计，空一格，打套件，面子，爱破气啊，喊伊好看啊。好看给煮啦！吵什么？好像那个影片。哎，大智泳装清凉秀。各位老师，今天过来召开紧急会议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啦、啊。校长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吧？需要开到紧急会议吗？林大志啊，他的父亲是现任乡长，现在又是选举的敏感时刻，我不希望这次的事情哈、哦，把校园卷入政治之中。更不希望这件事情闹上新闻，请各位老师啊，密切注意班上同学的动态。我的原则是不上新闻，不扯政治。会议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方先生啊，迄黄牛茶道，迄万年老样片的，当作庙路当杯嘛。佮新注册的 ID， 用佮咩迄垃圾信箱，恐怕鬼难查。教授，你知道迄庙路样片要迄刘飞伦用的无？邱先生。你做么个打败 TK 就会怀疑啊？啊，无嘞，先得变慌乱下师，让他有何用录样片？爱听到，你咪个阿克做个，不愿欺负个人的意嘞，所以
只有吞尸下伫北方，还有吞片的，不用伫个庙路。想想下了，合情合理啊。无可能啦，阿克怎唔敢呢？好啦好啦，给你晾啥吼？好好查清楚啦。这腿哦，做唔得冤枉多年啦。给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蒂莫。我魏国驹誓言保护校园，等我当上乡长，我一定会加强校园的安全。莫这样，哎，你有啥？你穷鬼嘞？莫老骗你讲哦。来讲古话，莫提古早。爱弟，我没东西噶。中医爱。阿Ken，别方的事很吓人。到底你都好搞，发生咩事情？做得老爱讲么？我宁欺负你，唔恨你呢。爱，还要去上课，还要去改名度。你到底报复爱吗？哎，拿钱怎么给啦？你想养命啊？走，儿子。千万不要呀，给你拿钱。有。啊！哎，小心！